检查一下。今天那个果生日，今天 party 咱们都准备好了，我很激动哎。我也很激动。激动的不得了。嗯，因为在一年前果来到了我们的身边。从怀孕的时候开始，我就觉得果他特别乖。嗯，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候让我难受过。果儿，今天你满一周岁了。嗯，我和你爸爸都特别的开心。没想到在那天晚上我要出生的时候，我用19分钟就把它给生出来了。我就觉得从头到尾就特别顺利，就感觉我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一个小福星，而且带给我们很多幸运。他也特别乖。在出生以后，让我们更觉得吃惊的是，他的吃饭、休息，还有平时的作息都特别的规律，而且一点都不让我们操心。抱到孩子的时候，我没觉得这个就是好像这是我的孩子，好特别的感觉。我只是觉得，嗯，我好像责任不一样了，我生命当中又多了一份新的需要我去负担的责任。在整个孩子从出生到满月到百岁到他一周岁，每一天都是我和小东一起，还有那个和朋友们一起在照顾他，给予他关怀，在不断照顾他，每天给他洗澡，给他喂饭，给他睡觉。如果他生病了，我们还操心在他看病这个过程当中，对他的爱我们是与日俱增。让我们越来越觉得，孩子跟我的感觉一天比一天近。希望你呢，借今天这个生日的机会呢，能够为将来的人生打下更好的基础，将来能够学有所成，将来能够做你喜欢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这是爸爸对你的一些小期待，你妈妈感慨多了。希望你能够茁壮的成长，每天都快快乐乐的。把任何的烦恼都忘去，妈妈对你没有那么多的要求，只希望你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能够更多的陪在我们的身边。亲你一个，开开心心过你的生日啊！爸爸亲一个。